知道叫这个。那就是那个。好好啊，也是。我们只好卡住了噻，没不管，没事吧？没有回到家，没穿那个东西的嘛？你没穿那个的嘛？你没穿 AK 十那个的嘛？你没告诉他你咋的不行了？我用的那，我用的 APR， 晓得你用的 APR， 但是你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也要传那些东西的嘛？你让别验证过，应该登录不成功吧？应该会。然后拿到的 QQ 应该不准吧？应该。原先都已经拿到邮了。不是，你不能在这儿头看，你要在你自己的程序里头。是啊，这就是程序。这是登录嘛？这个是。啊，自己登录之后返回来了，就是验证登录然后返回来了。就是裸屏后头返回来的嘛，但是你那个全文件后头返回来的也是这个。